今天又下雨，下了一整天。你们看这辣椒长得可以吧？就是不辣。这茄子也长得好大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。天天下雨，从昨天一直下到今天，一直没停过。这地里的辣椒、茄子长势还可以哦，茄子也挺大个的，辣椒也挺好的。但是就这样的长势，却还要去我外婆家摘辣椒吃。原因就是今年这个辣椒品种搞错了，辣椒不辣，一点辣味都没有。我自己家这个辣椒真的是一点辣味都没有。挂得满的哈，啊，都天气热噻。现在也不辣。你好满了，你还没。还是一样不辣，对于你跟老爸来说可能辣了，但对于我跟大哥他们来说一点都不辣。这个虽然说不算是远嫁啊，是近嫁，嫁了30多年、40年了啊，现在要回他娘家摘辣椒去了，开着4个轮子就摘辣椒。这油钱都能买不少辣椒了吧？我那天不是在得力阿姨家买了几个西瓜嘛，然后晚上10点钟给我外婆送过去的。我外婆说她不怎么吃辣椒，然后我舅舅说他不怎么在家吃饭，那个辣椒吃不赢，让我们去多摘点，有空了就去摘。然后这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嘛，我妈就一直想着，这辣椒等一下烂了，掉地上烂了，因为那天晚上的确地上掉了很多，已经烂了，所以现在准备去摘。西瓜吃完了，准备出发了。摘个辣椒还要吃个西瓜，蓄点力气是吧？我们家小七啊，啥水果都不吃，就吃西瓜。七胖子，我家罗伊被这个呼噜打的呀，知道要去老外婆家了，先爬车上先睡觉先。发挥你动手能力的时候到了啊，罗伊。我舅舅今天没做事。老外不出来了。今天把那个垃圾全部摘完，那个局。你赶紧把个五饼拿出来，按这个 UVPS。这是我外婆家的辣椒土，总共就这么一片。这个辣椒长得还可以啊，又长又辣。这个辣椒树长得最好了。我舅舅家的这个豆角还挺嫩的，别人家的都老的不能吃的。我舅舅说，等10年后他不做事了，他就把他家后面这个地啊全部翻修一片，拿来种地、种菜。然后再挖个鱼塘，这个想法是不错啊，我到时候跟我舅舅来混算了。他后面这个地还是挺大的，这其实不小，就是可能在照片里面视频里面小了一点。这个辣椒其实挺大的，这虎皮椒可以。妈妈，我过来捡。我要慢慢抓，上次把我外婆的这个辣椒树给摘断了。一棵树下面30个不止，我数哈，5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30个籽。这个辣椒又新鲜又辣。你得先把鱼苗子拆死哈。鱼啊，明年多整点钱，没去做事去。整辣椒，整茄子。整辣椒，整辣子。你。这不是你个梦想啊，你要把你儿子阿姨放到绿道。放绿道我想放人家的，然后我只得这辣椒乱打，后面我就忙着这样。看这个是红色的，这种红色的有些掉地上。哎，那这个还放些大石把这辣椒肉一起用一用的看。哎，没带表哎。这个树死了，这个树的辣椒要摘完，不摘完浪费了。我外婆给我们送袋子了，嫌我们摘的少了。爸爸，啊，你多整点几哈。我也不怕死死的，就多整点几。昨天忽然失火，到那树上找人，我见到在家里有枪哈。你来。朋友们听懂我外婆说什么了吗？说我舅舅塘里面经常死了两条鱼，他煎好在那里，然后让我妈又拿回去吃。同学，你的动手能力呢？辣椒不会摘啊？找不到好的辣椒。那找不到好的辣椒。你看舅爷爷说的是什么？牙齿我那草鱼，喂你个饭就。拿龙虾来换。你咋就知道龙虾嘞？我喜欢吃呀。不听大哥的一样。我舅舅在教我妈种辣椒了。这个当弟弟的还要当教当姐姐的种辣椒。我外婆又切西瓜了，给他送几个西瓜来吧，就留着等我们过来吃，对吧？你莫忘了切这个橘西瓜吧。啊。啊，我给你搞，我去看，我看一下我车上有西瓜没有。刚刚在摘辣椒啊，我怕我外婆又往我车上塞西瓜，这里没有，看一下尾箱有没有。
每箱也没有，这次还好。以往只要我送什么东西的，然后我外婆没吃完的，只要看见我车来了，然后就往我车上塞，只要我一下稍不留神，他就往我车上塞进去了，然后等到我走了，他又打个电话跟我讲。所以我现在每次我走之前，我要往我车上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我没看一下我妈像不像我外婆？哎，我估计我妈像我外公。那个小女孩醒来了，辣椒摘完了，她就醒来了。好的。这个辫子扎得好看。摘辣椒不行，吃西瓜第一啊、哦！我妈又在我外婆这边来搬东西了。老婆，把家搬过去算了啊。又搬一下土鸡蛋。老婆还是鸡蛋鸡不哈？是的，鸡不。是的，鸡不。一筐难。啊，是谁要用？因为这有我拿特别他八斤八斤。哎呀，看来当得好耶！你们别个说你清早。这栋老房子改得这么好了呀！朋友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白色的腻子底下是土砖墙吗？看我外婆这几个蛋都舍不得，这几个蛋都要给我拿过去。过来，就这里搞蛋。这土砖房再翻新一下还可以啊，这里面挂一层腻子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土砖房。都说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一趟就是来当土匪的，这话还是没说错啊。娘子，那尾巴个东西心里有什么的感想？我把头发剪了，得280斤了，你把啥意思？还是没心思的。你粘个你鸡蛋粘个好丢几滴？那就没好丢。啊，自家下汤的。他是把你酒里的啥，我都没吃了，吃这个好用。嗯，一只也能围得到钱吗啦？啊。一只围得到钱，娘子。过你走的我没钱，走多等一个。这一筐鸡蛋全部是老母鸡下的，老人家是不是都这么舍不得自己的子女？李贝，你在这里玩沙子玩得很开心啊。我在沙子里面找到了这个。找到什么了？这个小贝壳。来，你这样给我一下。水杯，刚洗的，给你们收着。哎呀，你的油啊！哦，啥子就是啥子了。没有，你怎么那么了啊？没有，我在屋里搞的是没有。他走，那。妈呀，放这里了。不得放又放呢。放回来了。没经验。压到你了，压到。你看到对子了，等下微博又要把100块钱租进去。小姐，小红妹。哎呦，看下你鼻子好点没有？差了要好很多了，本来是去摘个辣椒，最后还拿回一筐鸡蛋，我外婆还嫌我妈拿少了，说要我妈多拿一点，塞200块钱给她，100塞到她手里，她拿着，然后100塞到被子里面她不要，她知道我塞到被子里面了，然后那100，她最后一丢我车里，我妈又给她丢下去了，我妈总算做了一回当女儿应该做的事情了，之前我外婆拿她就收，回娘家的女儿永远是土匪啊。